收看的是天元围棋频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为你带来的现场直播。今天呢，是由我和邵伟刚九段为大家讲解第十八届 LG 杯半决赛的一盘棋，是由周瑞阳执黑对陈耀烨。各位棋友大家好，小花老好。今天的话，其实四强的话，从中国队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是，对，的确是四强里面都是中国棋手，但是主办方的话好像有点着急，对吧？这个是因为在八强赛的时候的话，是中方的话是有六个人，而韩国的话是两位，韩国是没有，而日本是两名棋手。也就是说，那个有个网友进行了一个统计，就是说从2006年到现在呢，中国呢已经是五次进入那个就是四强是全部是中国棋手。2006年之前呢是韩国有四次。对，的确是自从那个2005年开始的话，中国队的成绩好像是越来越不但有起色，反而有点要扳头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讲起起来可能那种心情会就抱着一种愉快的一种心情，轻松的一种心情来欣赏起，可能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不是这样的讲起机会就会多一点。的确是这样。那个 LG 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跟我们中国棋手比较有缘。对，你想那个姜维杰拿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是 LG 的，朴文瑶拿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是 LG 的，然后十月也是 LG 的。所以说这一次的话，不知道是哪位中国棋手会获得最后的一个今年的 LG 杯的冠军。也就是说，是那个周瑞阳首先突破90年代，就是说一冠，他可能是拿第二冠。对，今年是他只有每个人都是一冠嘛。另外一个就是说陀嘉熙能不能尝到鲜。是，说到就是 LG 杯我们比较有缘，我就想说的就是我们的五次进入前四名，是三次是中国的比赛。一个是春兰杯2006年，一个是孟百合和百灵杯，另外两次就是 LG。对，今年的话，这个 LG 的话成绩特别好。我们也看一下中国棋手的一个内战的比赛。之所以选了这盘棋，可能有一点原因，就是说，网上传传，就是大家认为就是在百灵杯的时候，等于说是周瑞阳3-0。战胜陈耀烨。就刚才你还跟我说一队的数据统计，其实他们两个人的今年的整个的国内比赛好像也差不太多，是吧？等于说他们俩之间的话，应该是周瑞阳成绩更好一点。是，但从等级分的角度来说，一直陈耀烨占据的等级分第二的一个位置上。对，但是呢，周瑞阳就是说今年获得了棋圣战和李光杯的冠军。对，国内的杯赛上的话，也可以说是周瑞阳是今年是爆发的一年。是，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本来应该是旗鼓相当，但是他们两个的对战的成绩，在今天这盘棋之前是周瑞阳7-2。这个比分是有点惊讶了。特别是两个顶尖高手之间的话，算是7-2。特别是还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百灵杯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好像似乎还普遍看好陈耀烨。是。但周瑞阳直落三局。对。把陈耀烨打下了，等于说是那个决赛的一个擂台上。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犹豫了半天选择这盘棋的原因，还是希望看看陈耀烨能不能有一点机会，但是这盘棋好像下的不是特别好。我们看一下比赛进程。好。这个，哎呀，这样的下法是近来是比较少见。近来比较多的一个中国流，对吧？还有一个迷你中国流。是。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下法。对，但是我觉得这再少见，这步棋好像更少见一点。更少见。对。也许那个爱好者的话，那个现在如果经常上网下棋的话，比如对这种下法的话是比较多见的，对吧？这个是比较多见。所以这个的话也是。陈耀烨的话也是有所怎么说呢，也不知道是灵机一动呢，还是有所准备。至少是他的一种心情，他就觉得挂在高挂也好，低挂也好，太熟了，换一个下法。对，说明还是对自己有自信，对吧？这个对于陌生环境的话，他的应变能力，他认为他比周瑞阳不但不差，应该还能胜出一点，是吧？这个是从你的角度，这
那个手谈嘛，手谈用一种语言，就是说我走一个不常见的，对，看看我们俩的应变能力到底谁更好一点，对对对，至少对自己是有自信的。对，接下来周瑞阳也没有选择了平淡的走，对吧？也是走了比较积极，先加一个，小尖。说到这的话，那周瑞阳的棋风到底是什么棋风呢？周瑞阳的棋风的话，应该是比较稳健型的、均衡型的，等于说是，他的布局、官子，然后力量都是不差的。他没有特别的明显的优点，但是也没有明显的弱点。那这样的棋手是比较恐怖的。对，我们也可以说周瑞阳的一些少年成名的一些故事。周瑞阳16岁的时候，那是2006年的时候，那时候在海淀。对，15岁的时候啊，等于说他进入了天元赛和百灵杯的天元和名人赛的冠军决赛。那时候的话，那个天元和名人都是古力。在这么年轻的时候，15岁的时候的话，等于说是就有10次跟古力下石方棋的一个对局的一个经历。在那个时候15岁很了不得。是那时候海淀围甲能够保持住，是完全靠着他的主将之力。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看好他。嗯，但是一直认为他很快或者很容易就能拿到国内杯赛的冠军。但是等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个也很，就是作为一个一线棋手，其实今天就这盘棋选的其实是，可以说是我立足的了。我觉得为什么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一线棋手啊，最后要得到这个最后的那个就是最顶登顶的那一瞬间，其实包括陈耀烨，他也是2006年那个 LG 杯输给了那个古力，也是那次其实是已经是冲击性挺遗憾的输的那盘棋，是2-3输的。他也是等到了今年。其实包括那时候孔杰说他是发有一本书叫《十年磨一剑》，对，我想他们真是犹豫了，他们这种默默的在那个就是说一直在这么的刻苦的训练才有了今天。是，的确是这样。所以说围棋的话也是一个坚持的一门运动，是吧？所以常浩才有了任神之称。今天怎么都有感而发。是，这个棋的我猜啊，跟那个是什么区别？猜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普通了，但是他最后这个结构啊，他认为是不是很舒服？比如说将来以后插二，将来别人挂的时候，你是尖顶呢还是夹击？夹击的话就是说这个不像这个这么夹过去，对，桥梁型的话，围棋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那这种的话都是插二的话，就这个扁平型，这个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潜力。如果你这边尖顶的话，对吧？对啊，我如果这边尖顶不挺好吗？本来你看这样的话，你一猜我这位置还不太好，我不现在正好好位置，为什么不好呢？是，如果尖顶的话，我猜一个二。因为从棋力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两个相对是薄一点。那么你把白棋往自己的薄的地方赶的话，那稍微有点违背当初的棋。但是就是如果狗走高的话，那么它理直气壮就可以加了。所以说我是这么一个。理解他这步棋吧，也就是说这步棋相对来说他看到更多的未来的东西。是所以说下围棋的话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对吧？就是说你得把基本的一些后续的手段都能考虑到。接下来是接了一个、如果普通的尖这个，当然是一个定式的一个完整的形状，对吧？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形状。显然是白棋是担心黑棋在这边的话，等于说是有所作为。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它两边这样，它会从这边反夹呢？对，如果你尖的话，再压这个，是要把这个分住，尖了或者尖。辅助。等于这边的话成了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模样。对。这至少是黑棋，就是说高那个高的一个原因。对，包括是当夹击的这个意图。所以白棋是。要坚进去，从心情上来也有这种心情。对，有这样的心情。你不理我。是，你又尖了。接下来下一手黑棋的话，这一招也很好理解。对。对吧？如果你还是普通飞这个，那么他就尖顶，另一个就。那么这个交换跟当初我们前面比的话，等于黑棋没有选择了加，对吧？那就选择了飞这个。是。肯定是黑棋不太满意。对。那是自然的。好。所以，他要利用这个。对，这本身是高位，它飞进去。接下来。白棋好像也必须要走了。对。再不走太准，飞。飞。这个飞有没有怕冲断呢？冲断也是有，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是有点过分。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目前的话，黑棋外面还没有足够的厚。所以说这时候如果贸然冲断。冲断。对。简单的黑白棋退一个，对吧？黑棋这个棋。如果。
正常的是要长的，要长的话，那么白棋这边也可以靠先靠出来。这个、靠出来对对、嗯，同时的话，白棋以后这个再跳一下也可以很难受。嗯。为什么呢？你如果尖这个的地方的时候，它这一靠，这有个靠，对、嗯。如果你尖这个时候，它再靠这个，嗯，这个两个眼的话，做起来比较累了，嗯。就现在的局部来说，冲断是无理的，无理，所以只有爬，爬，嗯，爬，爬，爬。这个是正常的进行，嗯、对。这个棋如果被白棋拐进去的话，我估计这个时候可能要放到底下好一点。对对对，这个是此意思彼意思，所以、嗯、黑棋是连贯的，必须把它跳出来，嗯嗯、使它这个子发挥它的。嗯，最好的效果。对，嗯嗯，同样的话，就跳完以后，大家注意啊，这个实战是白棋走这个的。嗯，大家爱好者认为这边为什么那么大呢？嗯，嗯，其实这是有讲究的。嗯，如果你不走这个，一旦被黑棋再跳下来，那、嗯、接下来这一尖，对吧？这个先冲也行。嗯，尖冲，尖，接住，接住。嗯，这一走的话，这个你看，嗯、白棋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子的话，单关是，对吧？这个还是很被动的。对，嗯。所以说这手棋的话看似不大，但其实是一部很大的棋。对，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解释一下的一个原因、嗯、其实对职业棋手来说这部棋好像是必须的、嗯、必须的必须的。 嗯，因为职业棋手在这吃过苦头。嗯嗯嗯，所以说这个大家认为这个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下法、嗯、没错。嗯，这走完以后基本上白棋就成为后势了。对，然后黑棋一走的话就成为单关了，孤棋了、对对、没错。嗯，接下来这个白棋这边整完棋以后，那么接下来黑棋这边得补一个。嗯，这步棋也很好理解、嗯、我估计这个、嗯、这个爱好者可能比较能理解的一步棋。 对， 对，查二自己有一个基本上四目棋。对，如果被白棋一夹的话，这个还得单关的跑。对，没有特殊情况、嗯、黑棋总是要差一个二的。嗯嗯嗯，所以他回到了原位。嗯，原的回到原位。嗯 嗯， 嗯，接下来白棋，那您刚才说了白棋这是后势、嗯、对。 嗯， 嗯，必须要有所发挥。嗯，对吧？对，如果后势不发挥的话、嗯、那么这个实地的话是干损的，白损的，没错。那么他怎么发挥呢？目前的话相对来说黑棋最弱的就这两个子。是，对吧？这个你又说清楚了、嗯、黑棋这两个子，所以只能打路，不能往那边挂。对对对，所以围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也是一个推理，很讲道理的。对、嗯、也是一个推理，没错，慢慢推理。嗯，如果你挂在那，他就闭住了。这时候，对对，因为你后了，所以我就闭住，我把这棋走走后，不能把你往那边赶，不能尖顶了。对对，所以说白棋挂。嗯嗯嗯，这个很重要。嗯，那反向又推理的话，黑白棋一走这个的话，黑棋肯定不会走这边，被你挂过去，肯定要闭住。肯定要闭住。对对，所以说经常的话，嗯，爱好者的话也认为就是说，哎呦，职业棋手这么厉害，嗯，这个下这么两百多手的话、嗯、怎么都能记得住。嗯，对吧？这个其实的话我们也有最大的体会，就是、嗯、我们记职业棋手的谱的话比较好记，比较好记啊。如果你跟一个爱好者的话，比如说你让好几个的，你要记他的棋不太容易。是，为什么呢？他相对来说的话逻辑性的话嗯不是特别强。嗯，就你不知道这个这一步下完以后跟下一步有什么关系。嗯，而围棋的话是通过这种关联性的话来记。没错。嗯，但是我想问一句啊、嗯、这个时候这个逼，我是我觉得是大家都很好理解。嗯，那这时候到底是紧逼好还是离他远一点好呢？嗯，这两个的区别在哪呢？这个两个区别的话、嗯，这的确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对，也就是说你判断到底是黑棋后还是白棋后。嗯嗯嗯嗯嗯，这个就是第一逼的话，嗯、不能让白棋猜的话，这是一个共识、嗯、对，是吧？那、嗯、其他的话就是说我小飞好呢还是大飞好。嗯嗯，如果是你肯定大飞，我觉得、嗯、这大飞的话，第一对他压迫有一定的压迫、嗯、第二的话同时的话也是相对要照应这个。嗯，为什么？大飞完以后我将来这一跳的话，嗯，我自己就是后门的。嗯，对吧？而小飞的话、哦、你这个是没有后门的。我其实明白了，其实大飞看上去是攻击别人、嗯、其实也是同时一种保护自己。对，也是一个防守。 嗯， 嗯，为什么呢？同样的说，比如说我们都跳、嗯、跳跳，嗯，这个很眼见。嗯，这个其实是攻不得白棋的。嗯，那他为什么不守着呢？对啊，对吧？守着的话以后的脚上更安全一点。对啊，但守着的话他还是有点强。嗯，更多一种防守的姿态。嗯，防守的姿态看似是进攻，其实是防守。 嗯， 嗯，没错。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不能被表面的对啊假象所迷惑。嗯，是。嗯，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刚才您老在说、嗯、职业棋手是逻辑推理的、嗯、那这正常的情况下你不是薄吗、嗯、应该跑啊。嗯，您为什么实战这么靠进去了呢？嗯，对对，这个靠的话也是等于说是强烈的一种追求。嗯嗯，他想就是说如果我这块棋嗯都厚了，嗯，那么我靠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做出妥协。 对， 对吧？比如我先这个，其实很困惑的地方等于说如果你走完这一堆再走他妥协了、嗯、你先走先走，如果走的厚了、嗯、对，
做这个长管柱。那么将来如果你在粘的时候，那就我就不用从这边跳了，也许我这边靠墙了，比如说，走了，走，走。那我将来有可能是往这边挣。对对对，是这样。就是说，它这个靠的话，就是也是一个追求最大的效率的一个一种器。也就是说，它的这时机到底对不对呢？时机对不对的话，那么看周瑞阳的一个应对了。对吧？这个，那如果周瑞阳的话，他也可以排除，对，绝对不能兼这个防守。是。一旦防守的话，这个那我这个效率就显得低了嘛。对。因为你效率显得高，我的效率就低了。对。同时就是说，说明这个大飞就不见得好了，他要证明这大飞是好棋。是。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进行推理，这个推理的结果就是说，绝对不能给让白棋两块棋连到一块去。对，搬，对吧？这个排除了，对，那么只能搬。搬，对，搬。那一退的话，肯定是不能往星位上接。那我现在问呢，如果我这个反搬呢？反搬可以，那我就走这个了。走。啊，这棋是让他跑到底下去。对，让他跑。因为跑完底下以后，其实从无形角度来说的话，黑在这边挺厚的。对。最熟的，咱们看最熟的啊！你以后走不走？走。那我只能挡住。我先不说有没有断的问题啊，就尖。其实有的时候杀人不见血是更厉害的。对。我就这样一走。我给了你一只眼。但是我这边的话，无形中的话，眼睛又比较丰富了。同时，因为这个以后的话，白棋在这边的话，这个就放不开手脚了。没错。为什么？就你如果飞的话，被这样再一走的话，这个棋形就不对了。所以情愿让它下边过去，对，让你下面简单的过去，对吧？那作为白棋，也知道这个不是不行的，那么两个人达成共识，缠进去，啊，那黑棋肯定也是接在这必须接在这，对对。如果再回去的话，这个角太厚了，还得看啊。这个粘，我可以顶，对，再拐的话，那么我这边。又有完全不一样，对，我这边的话头硬了，头硬了，然后眼睛又不一样。比如说将来我这一飞，很舒服，你再一尖，我都活了，没错。按照我们那个以前老师教导，就是活棋不用出头啊，那我可以等待一下，是吧？先走别的，将来的话有可能会争这个，对吧？让你从这边尖，对，然后我这边，这个黑棋整个的子的效率就非常低了，对，这是白棋追求一种高效，那么黑棋的话。显然是不答应接住，必须得主度，对，不能让他度，接住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话，双方应该也是有所计算的，有所计算的，也不知道就是说双方最终能看出一个什么样的图，能达成共识，实战的话，搬，似乎是这样，因为不搬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奇象，也没什么好奇象。反正不能给黑棋铁板钉钉，铁板钉钉这两个字就要无疾而终了。走，站上，走。一般在弄完的话，它其实最大的效果就在于它想加这些。这个加的时候，黑棋是不能搬在一路，是吧？对对对。它搬在一路的话，是不是这有冲断？对，它有可能要冲断这个。它可以断这个，其实也可以断这个，这两个断的话，等于说这个子如果被吃掉，这脚就太大了。是，如果不被吃，这么盖过来，这好像是不是要连滚带爬？你就被吃掉算了是吧？不，你挡这个可以强行那个。哦。但是我可以断这个。这压住。接住。它这也可以保持活棋。对，你只能这时候唯一逃跑的办法就是只有这个了，对吧？这个。看这个形状就比较惨了。这里一冲，挡不住了，只能退，再冲，再冲还是先手。那白棋再把这一活，那么黑棋崩溃了，应该是。是。所以黑棋是不能要脚的，不能要脚，这脚太大，所以黑棋不能搬。立。如果白棋还是如法炮制，那么黑棋可以走，挡住。你拐的话我不怕，对吧？对。我如果要又。只要你五个用墙，我可以连扳，对吧？你打吃我粘上，你吃掉我跳，把你吃了。如果你从这吃过来，吃过来走，哎，这有个袜。再呀，对对对，这气没紧住，刚才那个气被叫吃了，这现在只接住这边下边有两口气。这样的话，黑棋就是很轻松就逃出来了。没错，这个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这个三五就冲了。是，
所以白棋这个构思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环就在于他要强调这个家能，你只能立，这很重要。那也就是说白棋冲完以后还是只能断不了，断不了。然后他他先冲了，然后半张的这个次序的话，冲了半张，然后加立，然后做活。就是白棋的话其实目的也是很明确。这个赵永发同志摆的那个奥路虎的时候很自然就摆上去了。其实确实是很自然。那这个一定要注意，是虎的不是接的。差了一个先后手。差了一个先后手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基本功，所以摆得很快。因为接的话明显是黑棋白棋是先手，是对吧？它可以跑出来，可以跑出来，那么你这边的话吃不了。其实我有的时候想想啊，比如说走在这儿，我们的一般习惯都是点了这样，比如说我抢先手吃，可以接住，然后我就赶快跑。对，然后呢，实际上你吃把打八是先手，其实我们就追求了那么一个打八先手。其实这期你说我这样的话，我也是，我如果不打八，我这样也是先手。但是差了很多，差了很多，心结。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想白棋的话是打这个的，对吧？你只能做个劫，做个劫，那这个野心差很多，就让白棋白白的这里多了一手棋，但是黑棋还亏一目，对吧？后包差很多。反过来说，等于这个时候你没有选择打这个，你选择铺这个，对职业棋手来说这不可忍受，这不可忍受，所以宁愿要点一个，抢一个后中先，后中先，他认为是后中先，对，强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无论这边再苦的话，白棋也要这么下，这是展现了一个职业棋手的一个信念，对吧？对棋的一种理解。其实下到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白棋的这三个还是挺危险的，挺危险的。但是他的作战方针就是，我跑出来我攻不了你，那还不如我捞点吃地，让你来攻我，是对吧？这也是一种他的作战方式。对。这个棋一般来说啊，比如这个飞，这个飞，一般来说都这两招棋了。对，而且我觉得一般的稍微那个业余一点、简单一点的，好像走在这个更常见一点，这不是一般出来断棋了。对，因为这个计算呢不复杂，你说走，我搬，走，断，我顶，退，对，顶这个，当然白棋这时候有，比如说是妙手，对吧？因为你推着的他有可能断这个，这就是我们传说的妙手，对吧？你打吃的时候他来打这个，你粘走，你打这个的话我就可以，你藏这个我就可以竖出来，对吧？但是白棋黑棋顶着这的话，明白了，等于这个时候我吃一次我可以接，然后这有个外援，这口气顶住了，对，没错，没错，那好像白棋没有办法来，就看上这个更简单一点，因为就这么简单。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先来我的次序有点，我如果先损这个再断这个，这个也不见得走得着。对，这个次序的话，对，就算走这个，他也不见得走得着，就算补一个，对，这活起来也挺累。他甚至可以先把你打中，你长再贴住，对吧？这个有下一手的话，这个一气就是下去了，非常简单，但这个似乎更简单一点，但周瑞阳直接选择了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是吧？这个什么叫复杂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走这个，一般来说白棋肯定有个脑袋就往外钻嘛，对，比如说我钻出来，钻出来，你这个是不是只能补一个呀？这我要断你了。但是他如果只是简单补一个的话，那么白棋这个一旦会让这块白棋从中间跑出来的话，那么黑棋这边跟这边的话，都不是后的形状，没错。等于说你互相牵制，我白白捞了一个六目的角，爽了。对，所以这个黑棋最重要的话是能把这封进去。那这个地方要封进去的话，只能这么封了。还有什么地方封？没法封了。对，这能封，这不是都是断点吗？这个我想也许也是，也许是我揣摩的一个。如果你走，我打吃，打吃的时候，或许我觉得白黑棋有可能走这个。有可能性，这个很强，因为你粘的话，那我这高高兴兴出来了。你再挤的时候，我高高兴兴先提了再说，对，然后我在底下像泥鳅一样滑走了，是，如果你再长的话，那我就吃掉，那这个整个方向不对了，黑棋，对，依然是黑棋这两块的话，等于说是，
没有活干净，而白棋的话很顺利的就出来了。嗯，所以这时候最强的话是走这个，白棋踢这个，黑棋断这个。嗯嗯，我想也许是黑棋大概是这样一个参考图吧。嗯嗯，一个作战图。嗯嗯。这个好像更像周六阳的一种棋风。嗯嗯，这个能够夹住棋形挺好的。嗯嗯，但是这个断飞的话，我觉得，其实飞的时候，但是一般飞的那个感觉确实，嗯、如果能够想到这个图的话，嗯、如果当然这飞前提是没去想的情况下、嗯，我觉得这个图看着是比较漂亮。漂亮，嗯、对对，漂亮。嗯，的确是这样。周六阳选择了一部漂亮的棋。嗯嗯，那接下来陈耀烨。也选择了一部，怎么说呢？嗯，也是打破僵局的一部棋。对对，没错，对、嗯、这个词可能用得更恰当一点、嗯，因为肯定他也是看到了这个了。对、嗯，他如果看成这样的话，他肯定出来了。是，所以他肯定看到了这个，他就寻求一种转身。嗯、对，嗯，先拖了一个，先拖了一个，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次序。嗯、先拖了一个。嗯，这个时候白棋黑棋不可能退着活了，到时候是他搬。嗯，搬。然后接下来他断，嗯，其实这步棋不太容易被想着，对，不太容易，嗯，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突然断上去，嗯，而且是先损了一步以后再断上去，是，嗯，这个断的话，其实也是体现当初这个点和力的功力，嗯、是吧？一个后续手段，嗯，那、嗯、当初直接跑的话，落个后手打吃，如果抢先着走的话，那么这个断点永远不可能存在，是，对吧？所以说这个既然慢的话，肯定有慢的一个。嗯，长处，嗯，所以说虽然那个棋后来下的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前一天是我跟华老讲的两盘棋、嗯嗯嗯、包括这个盘棋，每一个地方都给我们每一盘棋都学到了一点，对，真的是嗯，讲讲棋还是有好处的，是，嗯，接下来哎呀，这个周瑞阳其实也下了一部漂亮的棋，嗯，这个跟这个这职业棋手一般来说他肯定是吃啊低感、嗯、那个这叫顺势而为，对吧、嗯？经常跟爱好者讲的。嗯嗯，顺势这难道不行吗？对，粘上、这是比较普通的形状。嗯。那么接下来的话，由于他当初已经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嗯。一个等于说铺垫。嗯。那么他下一手的这个虎的话，就显得比较强烈了。啊，这个是跟这个连贯的。连贯的。等、嗯、于说你要接他这有个劫。对。劫的话，他就把这吃掉也行了。是是是是，嗯，如果先走这个，那么。白棋在拖的时候，黑棋是肯定要推这个的。嗯，那是肯定。因为他先当做选在这儿了。嗯，这两个是你的先手，那、嗯、么就忙活就算了嘛。嗯，对吧？没错。嗯。所以黑棋是不能吃这个。嗯，不能吃这个。如果这么简单就能吃出来的话，那么陈耀烨这个世界冠军拿的也太简单了，对吧？是。嗯。所以那这么不能吃的话，那就这么吃好像不太对。嗯，那么这个包该送出来了。对，现在、就是。那还加也不行，那走什么呢？拐。也是一个低感的一个东西、嗯、对吧，嗯，那么暂时你白棋还嗯吃不走黑棋、嗯、如果你强行的走，那被挖死了，这个我很简单，嗯，跟那个当初我们的设计是一样的、嗯、对吧，这个已经延成两期的话、嗯、那么这个是不成立的，那也就是说这地方有个段，这地方有、嗯、我把这个段补掉就能跑了，对，那我就虎一个，对，虎一个， 嗯如果你走的话你还接，那他们他就可以、嗯、这个就把你吃掉了，嗯嗯，你挖打吃粘上，我可以粘外面，嗯，对吧？你再冲不回去，对，没错，嗯嗯，那这棋就是说黑棋只能补一个、嗯、加死，只能补一个、嗯、加死，然后你这边再怎么一个出牌，嗯，哦，这补起来很难补、啊、你只能煎这个，你煎这个也行、嗯、我这个总有个劫啊，对对对，这有个劫财，嗯，这个劫财，嗯，是这样，对啊，嗯，这我打劫的话这有个劫， 对，这个黑棋有点困难，所以防摆在周瑞阳面前的话是一道难题，嗯，怎么解决这道难题的问题？对，这道断很有韵味、嗯、很有韵味，嗯，实战周瑞阳选择了飞，飞难道把这、嗯、我们刚才说的几个变化都消除了吗？嗯，走这个走这个，嗯，然后切出来不是还有吗？是还有、嗯、但是如果你走这个的时候，嗯，他可以走这个，你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劫财，嗯，比如说在这的时候，对吧？你无论尖的话，我这个一冲是绝对的劫财、嗯，是。而这个时候，嗯，可以说，嗯，这个都不是绝对的劫财，对，这不是什么劫，嗯。当然，你可以走一个，嗯、我还再应你一个，嗯。那么你第二个走绝对不是劫财，嗯。况且你这两个还是巨损，嗯嗯。所以说，他在解决这个局部的问题的同时，嗯、
他也考虑到这边以后打棋将来的变化。嗯，如果让他选两手棋，是放在这里呢，还是放在这里？那是肯定是这样的，自然是这样。所以这步棋也是挺被容易，就像那天那个高伟生路，大家如果看过那展播奥路飞一样，是容易被忽略的一步棋。对对，很漂亮。对，嗯。嗯，当然有时候说围棋的话也得怎么说呢，你以前下的棋的话也是不能移动的。嗯，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使以前下过的每一个子的话发挥最大作用，对吧？甚至是化腐朽为神奇，对吧？嗯，大家可以说当初如果这个不点的话多好呀，对吧？不点的话我这时候可以打出去了嘛，是吧？其实这个如果你不点这个的话，那么也许黑棋的话当初这个就飞在这了。嗯，是。以后这样你在点的时候，我就可以采取压这样的下法。是，没错。对吧？你吃这个我就算了，对吧？你走别的话，我才占上。嗯嗯。所以说这个围棋是千万不能移动。这个你说，假如怎么怎么样，这个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嗯、对、嗯，因为你假如这么下的话，对方也会对对对，他也会有变化。是。对。嗯。飞，这步是一步好棋，让你当初这步棋的话成为一个问题手。实际上白棋是断了，断，实际上这个断也很有意思。其实据雪花老师的研究是吧，您当初在前面还在训练室给大家摆了，好像对，训练室正好小伙伴们都在一块摆了一下棋。对，然后这个可能虽然是这个劫是白棋黑棋找不到白棋找不到劫，但是找不到劫的原因在于就是说不能找特别损的劫。比如说你这么一走的这块棋被提起来了，对，那你再找别的任何的劫的时候，不是命令型的时候，黑棋自然会把它提掉。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你在没有绝对的劫材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那个整个的劫要变轻，这是一个思维模式。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白棋在底下打。它的区别在于黑棋把它提光之后这里边还没死。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得到了一个均衡。你说我在别的地方我先冲下来，比如说你把我提了，我就搬一个，你总要补吧。你一补我补回来，等于你把我这个吃的跟我这个的交换，看看我们到底是谁便宜了。对，大家注意啊，小花给大家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子如果你打了这的话这已经死了，而你搁在这个时候的话这还留一个活棋。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说打劫的话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对对，这就要跟你的自己的劫材有关系。对，其实这个如果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可以考虑的呀？对吧，小王老，这个像他这个活的话也是有可能，如果那不行，什么再打他一下？对，等于比如我做这个时候，你如果你要补下来，我再打你，能不能再打你一下？这个水再搅搅浑，是吧？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这冲下来的话太厚了，冲下来完以后的话，本来如果没冲下来，大家发现啊，白棋这块其实是很薄的。对吧？因为在黑棋以后的话，白棋这个很薄的，一旦冲下来的话，它生根了。同时的话，黑棋这边的话还得忙活。这陈瑶也没有选择这样的下法。陈耀也选了一个断，断，这个时候，因为他看见就说我这边都是先手，对吧？我怎么利用的问题？其实陈耀也应该这么简单的下法也能看见。所以他选择一个哪个觉得更好一点？对对对，对，这是一种判断，他对局者的一种判断。断。实战黑棋是黑棋选择了，他是觉得其实你这么打他长，这棋也很复杂，是吧？也很复杂，你等于要接了这个，接了，然后他打，打，你接，接，这个得占上吧？这个陈耀烨的战斗欲望很强烈，这个也其实也看不清楚。这个的话，白黑棋好像得补吧？不补的话，这是不是死了呀？这一压。死了，你只要你冲过来就死了，你补这张这一张的话，那这样的话黑棋直接接这个呢？对，那也是大概是不是也是打车占这个呀？那他这不是，这还是有加，这个一手就可以把你给，但除非你再圆这个，那打吃了接那可不一样了。打吃了接的话，你等于说我这没吃这个，差很多。但你再比如说接接，再说这个。这边两边是不是能兼顾呀？你粘这个话，我这边已经解决问题了。然后这气你黑棋是不是白棋是不是杀不过？这样是比较复杂。对，这个里面的话有许多许多的变化。
那就看周瑞阳见看见什么样的变化，关键首先是一个是他看见什么变化，是不是看清了？嗯，另外一个他认为，如果判断，他认为如果我把你这个纸吃掉就可以了，有没有更好的变化？对对对吧？是。他认为就觉得我这个已经可以满意了，我就不接了，对，也有可能简化。嗯，这就是一个棋手的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对对对。当断的时候，有些棋手他的思维方式是：我一定要把你吃掉，我算清楚。对，面对面对吧？我实际上就把你解决了，那么我就是正面对正面。对抗，对，没错，对吧？还有一个棋手说，哎呦，我这个味道太怪了，我能不能先把自己的毛病补干净，对对吧？这边的话我看能不能接受。对，只要他觉得就是双方都能够接受，他认为可以满意了，他就会把一些复杂的变化抛掉。因为虽然是 LGBase 三小时，他有的比赛就比如说两小时的、一小时的，他是一种思维模式，就把正常的更多的时间用在他认为自己需要用的地方。对对对，经常的话那个看一些微信或者微博上面的心灵鸡汤，经常不是说吗？有些人把复杂的事情容易简单化，对吧？有些人容易喜欢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对。那么按照周瑞阳的风格的话，就擅长于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对，而且他可能根据您刚才说的这种推理的话，他肯定想，就比如说这吃这吃那吃这接，可能陈耀烨也想过一点，因为据说现场的是说陈耀烨用是要比周瑞阳用的多。多。他还想，既然你那个想过，但这个只是一种揣测，也是棋手的一种心理。那我就走一个简单的，我自己认为可以的，我何必再去把这时间浪费在这儿呢？是。也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对对。对首先那个周瑞阳认为，如果我这个把味道饿得补完以后，你这边如果没有特别严厉的手段，没错，我可以接受，对，我就行了嘛，对对，没错，对吧？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对，其实这个粘这个打吃这个，这个脑细胞的话得死很多个了，是吧？是这个走完这个，接下来陈耀烨是吃尝，这是双方比较简单了，接住，然后周瑞阳选择了。挡，白棋必须挡住，挡住，黑棋冲，对，就对黑棋来说，这个他认为是，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只是个判断问题了，对，就像你刚才在那个特别心痛的时候，这黑棋走到特别舒服，这招棋是周瑞阳判断这走这步棋的一个原因，对，如果想当初这里有个白棋的话，那周瑞阳肯定不会，他肯定不会这么想，对对，当然我们可以这里各有黑棋之类的，是，那么黑棋肯定选择别的一个下，对对对，没错，所以就在于周瑞阳发现了，哎，我有个最好的对好点可以占领，那么我这边可以稍微的妥协一下，对，没错，因为的确这个味道的确很怪，因为白棋粘这个先手，粘这个先手，虎这个先手，对吧？这个怎么应对的话也是很受牵制。是。接下来，而且他棋下的快本身跟对手也可能会造成一种压力。是，就是说你下的每一步棋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对吧？你一断，我立马一吃，我看见了，对吧？是。其实这个心理也是很重要，就是大赛。特别是决赛阶段的话，有的时候比的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一个状态，因为技术大家都差不多，对，其实比如说你任何人讲，他其实都看得一般的棋他都看得见，比如说这个靠出来，这棋是不是一定要靠出来，这个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就是包括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棋感好，就是他认为这地方根本就不用做深入的判断，就第一个只能是靠，因为这后对吧，我不可能进去，那么我只能压缩你，对吧？他这就是按照一种棋感的那个来理解，那有些棋手是说也许这规律是他的，我先算一遍这里面我能不能做活，或者能不能掏活，然后真掏活以后的话这我控够不够，对吧？这是一种方式，我还以为你正准备交给爱好者说这棋肯定不能在你不经意之间说了，这棋不能打路，这棋必须要靠，原来搞了半天这棋这迫不得已的时候也是可以的，但正常来说的话，这个后势的话还是太不讲道理了，对，得压这个，这就是一个具备了世界冠军的一个，就是他很快，你说真是让你给你一个小时来说明这个靠为什么一定要靠，能不能不靠，这个其实的话也没法量化，更多是一种围棋很多东西是不能量化的，对，但自从有了云计算以后，有可能将来的话要把围棋量化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韵味就没有了。围棋的韵味在于它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经常说一加一不等于二。如果一加一等于二了，那个围棋的很多的就是中国的一种文化，比如中庸也好，大局也好，那个我觉得好像随着这一切都没有了。都变成数字化了，是，如果围棋的话计算机能攻破的话，我觉得那个计算机可以攻破许多许多
别的学科、啊、对对别的学科、嗯、因为围棋的话相对太抽象了，嗯，因为它是没有一个绝对值，对啊，对吧，就经常我们说五十个子的大龙、嗯、那很大了，嗯，但有些棋局的时候你弃了这五十个子你就赢了， 对， 对没错，对吧，你跑的话你反而输了，对，这个说不清啊，这个比如说你看了那时候那个罗西和赢的那盘棋，嗯，那你会给人一种吹下汗是吧、对啊，那种感觉，你说这棋如果真是这个完全的量化了、嗯、就这个太不好玩了， 嗯，所以说这个怎么把围棋的每一步棋量化的话、嗯、其实也是考验人的智慧，嗯，因为这个东西太抽象了，嗯，如果真有一天哪个比较伟大的那些思想家或者创新家的话能把这个的话、嗯，但从另外角度说，真的量化的话，其实世界也很可怕。我觉得真的量化的话，它的慢慢的，当然这不是我们讨论范围，嗯、就慢慢的它，这个围棋的韵味没有，慢慢就这个游戏就不好玩了，以后就慢慢会被那个，对对，要淘汰。同时的话、嗯，也在想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嗯，地球会变成什么模样，嗯，是。当计算机的话能把围棋这个都能搞得特别透的话，嗯，那么它计算别的东西的话更容易了，对。对吧，这个实际上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是来摆棋、嗯、这肯定要接触，我们来说一些愉快的事情、嗯、对吧，这个接完这个、嗯、接下来对啊，现在你告诉我哪步棋最大，嗯正常来说棋往宽处走，嗯，对吧，看哪边宽，嗯嗯，比如说这里数数格子，对吧，这边、哦、那这最宽我闭这边，对，一个这边一个这边、嗯、这两边，对吧，首先我们要排除，嗯，哪边有价值，嗯，是吧，嗯，这个头的话相对来说有点软，嗯，那么黑棋发展没什么价值，嗯，肯定是不会往这边逼、嗯、肯定是往这边逼，对 对但这时候是逼呢还是手脚呢，嗯嗯嗯，怎么回事，也是一个关联的、嗯、对吧，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要攻击，嗯，或者要攻击，那你肯定要逼住他，等于说我们今天已经强调了半天的指的那个效率问题、嗯、比如你走在这儿、嗯、那我这肯定要挡住，对，他要防守，嗯，防守完以后接下来白棋得表态，你这肯定得补，这被跨下去、嗯、这棋，嗯，对，大家看看啊，断，这棋棋来说这个，嗯，确实这个是比较严厉的一个下法，对，对于职业棋手来说黑棋挡、嗯、白棋是必须要补的、嗯、就通常情况下不是致命的时候、嗯、它是要补的，是一种、嗯、对对，嗯，因为这是一个计算是很容易的、嗯、因为接下来白棋只能这个，为什么，你如果这么保的话那怎么走的话、嗯、第一目数受损，第二你脚上不活，嗯，第三你这个都是孤棋，嗯，只能吃掉，那我一吃，吃，我接住，嗯，接住，那这刚才在这干嘛呢， 嗯这个等于说是这两个是不可以考虑的， 嗯还不如当初你直接走的话让人家压住呢，嗯，对吧，这个明显是见损，是，嗯，那如果白棋补一个的话黑棋这个应该是很安定了，嗯嗯，照您的说法很安定的话你离我那么近干什么呢，对对对，当初你当初是想，所以围棋是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嗯、对吧，对对对，当初我想走这个攻你，嗯，但你走一发现哎我这边有个毛病、嗯、我又得补，嗯，那么如果当初我们都看成这个形状的话、嗯、那么你可以再重新再思考一下、嗯、你是应该进攻还是防守，嗯，那显然是应该防守，应该防守，那也是，嗯，比如说那个这个小飞个比较通用、嗯，小飞一个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嗯、你看这步有个尖、嗯、刚才我在突然想问，因为讲棋嘛经常是、嗯、爱好者肯定会问、嗯、那你这个太大了我走在这肯定被打路不行、嗯、那我大飞跟小飞什么区别呢、嗯、那大飞肯定有点脚了，是，嗯，然后这还没有拆，那小飞呢这有个拆啊，这有个尖、嗯、这不是挺好的吗，是，左右逢源，对对对，就像那个你挑东西一样，嗯，对吧，你最怕的就是别人留给你两个一模一样的让你先挑，那你的先手的效果就没有了，是，对吧，作为你来说的话你要拿完一个东西以后、嗯、要创造出两个一模一样大小的东西、嗯、对， 对没错，这样的话你必得一个、嗯、那么你可以拿两个他对方拿一个、嗯、但是我跟你急了、嗯、我挑三我选完以后选出三个了，你选完两个对吧给我、嗯、我待会再选出三个点来，对，所以说这就要斗智斗勇、嗯、这样的下棋就比较有意思了、嗯、是吧、嗯、如果对方也是这么比如说你挑你创作拿了一个创作出两个，对方很乖乖的就拿走了，嗯，那这棋的话基本上你就会很轻松的获胜，嗯，对，那就不好玩、嗯、那叫棋逢对手才好玩，是、嗯、是，也不停的创造，嗯，创出新的东西来，那么走完这个的话如果按小花的说法如果你走这个那么我就建一个，这一人一个、嗯、那就很舒服了，嗯，对吧，如果你要这个那我走这个，走这个，我走这个，这个你很困惑、嗯、对，正常的话走个这个吧，这个、嗯、我就猜高，嗯，拆完二的话，等于说是白棋把最后一个大山给占了。嗯嗯，应该是白棋比较高兴了。嗯、对。嗯。那也就是说，黑棋可能会在这一带再想一些别的下法。嗯、
像小花说，既然你这么说，就是说，一人一个的话，那么我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嗯，没错。嗯，比如说，小花老，是不是他们在研究室也摆过？这是，这个，反正这个肯定是因为你走在这儿嘛，这地方牵一手，走在这地方牵一手，并且整个的结构非常不好，他就要把这个结构变得效率，你刚才说了要指效要高，所以这个可能有点，比如进去。比如说这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一个东西。就说他如果简单退的话，对，白棋太舒服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无论这样的话，黑棋当然是看着是很难看，但他拿到了你的目数，而你这个后势呢，反正他这有个差要放在那儿了。这需要黑棋继续创新，是吧？白棋创新完了，黑棋就得继续创新。实战是黑白棋选择了。飞，但这个飞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点，是吧？如果你这个简单再硬的话，那么也许他也可以不爬，对吧？或者是走别的的话，走别的。你已经把你这个的先手给，对，把你那个最严厉的手段，给那个弱化了。为什么呢？将来你如果吃掉的话，我这一段先手你再靠的话，我这边是安全的。所以我刚才在训练室跟他们开玩笑呢，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好多棋手放在这，然后我就说了，如果是首先，如果下十秒，估计大家下一次，因为刚才我们摆了挡一个，职业棋手被人家先手挡一个的这种心情是不太容易接受，是。然后这个一个有可能会飞，当然我说的是十秒，当然还有一种其实不是十秒也可能会飞，至少那个程耀烨也不是十秒下出来的。对，所以说现代的棋手来说，他对控的一种感觉有一种更强烈的一种欲望。是，的确是。如果到一定阶段的话，这个捞空的话，真是二路比三路有用了。二路的话是空捞的最多的。他走完这个的话，黑棋这边没法硬了，对吧？对，无论怎么硬的话，都是后手。后手是。你挂掉。挂。陈阳也选择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下法。正常的话是飞这个，是吧？拿黑棋飞一下。飞完，飞过来，是吧？把你的爬一下。大致这样比较正常，如果想粘这个就粘这个，然后就是如果想削的话就削一个，大致是这样一个下法。其实他走在这的一个声音就是跟大家说，由于你刚才说这个头是软的，就是没什么发展前景，他就认为这个控更重要，你这边没有发展前景。对，但是我总觉得有点好像有点稍稍有点钻牛角尖，这两边两个奥路飞，那这相对来说，这个奥路那一带的那个棋，就你的这个架子就变得小起来了。最重要的是这盘棋的话，还没到纯粹的一个观子阶段。因为这边的话，到底黑棋能成多大？其实也是一个问号。对吧？这个其实如果黑棋的话，很萎缩的话，那么白棋的控已经比较富裕了。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也就是说，白棋如果在外围有很多子力的话，它自然这棋就萎缩了。对，如果黑棋外围有子力的话，它这棋自然就发挥它的效果了。所以这边的战斗跟那边是有关联的。对，这边的话，如果你看是捞的地比较多，比较多的二三路，但也许的话，黑棋走在外面的话，也许对这边是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不止一个局部的捞控的问题。你看我很直率的说这棋有点，你看你就很含蓄的告诉我们。实战的话，陈阳也选择了实地，他认为这个的确是从局部来说的话，很舒服。对，这个是绝对是白棋的失控最大化。对，一般来说这个牌我们以前看到的棋谱还都不走了的，对吧？那现在实际上黑棋还是需要走的。对，反正你看。绝对失控的最大化，应该本来正常的飞，你飞尖走的话，这个黑棋的这个空比白棋的空还多一点。那现在他直接就捞了，十五六目了，那么黑棋的空还没看见。从捞地的角度来说，这个，但是黑棋的话，这几个在外线的话还是有所。是啊，因为我觉得这两边不是互相之间在那个爬到一块去了。对，这招棋，一走。全局黑棋很生辉了。是，如果正常的话，如果白棋这边有外面子的话，白棋那么走到这的话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由于外线都是黑棋子的话，那白棋这个的话，如果黑棋能把这个切断的话，这个而且白棋即使能连回去，黑棋在这一带可能也会有一些发展。对，等于说你这个头还没出来呢。这个你这下的比较狠，比如说我就像这个围，然后把这个尖住。好像两边都有空间。对，如果你这个白棋的话只在外线的话，那么你可以进。对，进到这一路都没问题。是。
所以什么事情的话都是一个全局性的，还没到一个局部的问题这时候。接下来陈阳也选择了飞。飞，这个飞看着也不怎么顺眼，我觉得。飞完这明显这有个断点。是是。这个飞的话也是。那只能一个推理啊。他我又可以，你老是让我推理，我这走在正常的话，这飞不有个冲断吗？那我尖出来是不是怕这个呢？有可能。是不是这样？可能对，有可能是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你不可能靠在上面去，靠完了这边很薄。对对对，有可能。但是这个拐下来之后，拐下来，明显的留个断点。接下来。跳。跳的时候的话，这个。黑棋补了这个。黑棋补了这个。可以是间先间断的时候再补，先间断，白棋中断完补，补了一个。这个的确是这个飞的毛病的话，被黑棋一下抓住了，是吧？本来他飞出来想跳一下的话，好像似乎想攻黑的，但是黑色补完以后，白棋似乎也缺少了一个攻击的一个目标。他是不是在这地方有误算？他以为这能靠下去？要不然的话，你按现在推理，你也可以直接吃一个。他现在吃的话。不，脚上也不对，脚上味道，味道在这个你点着，我可能穿出来。没错。但是如果这个，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往中间飘一个。对吧？这边是先手的话，飘一个的话是比较正常。飘一个，我就算连一个，那这个白黑棋就自然成功。那还不如当初不出头直接飘呢。对啊，这不是给自己越来越沉重了这块棋。是。那就是说白棋有可能这个飞的话是一个重要的疑问手，是吧？对。等于这靠了以后，这不能缠出来，缠被冲了。对，这个冲的话好像气不够。如果要延气，就得搬这个。那我就傻傻的吃一个。你咋吃？好像已经死了。这大概是气不够。最多的时候，你这有个断。这断过的话，对是不是这样一靠靠死？对，千万人的手筋的话，这个也是千万人的手筋，好像也不行，那不行。然后你还走这个，这个好像走这个，他简单的吃这个就行了。你翻一个，你打我就过了，也不行，也不行。等于说你只有吃掉这个就可以吃掉了。所以说这个白条护算在哪的话，这个是有点问，那个有个疑惑。有个疑惑，但是接下来大家会发现，这时候白棋选择了这个，对啊，你要接住它就可以，刚才我们这个靠了，对，这就可以靠。那白黑棋补一个，白棋挤掉，等于说是后手连回。后手连回的话，这个大家看这个白棋的话，好像也是，很轻松就连回了嘛。你这个，但是这地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那个你是不是？指效很差。对，如果正常的乍眼一看，好像似乎白棋好像也很正常，对吧？我跳出来，然后你分段完以后，我这边走一个就把它连回了，似乎可以满意。但是我们如果用一些围棋的一些形式判断的手法，叫首割法的话，我们给大家首割一下，大家会很清楚的了解，就是到底怎么回事。当初跳的时候，那他的目的是要攻这个。那么黑棋补一个回来。那接下来白棋没有在这做文章。他选择了自补。自补一个，大家发现啊，那黑棋补了一个。补一个，黑棋尖一个。对，这个比如说随便尖一个，或者是咱们就先来个这个。那白棋的话没有选择走别的，又补了一个。黑棋这两个交换，稍微损一点点。稍微损一点点。对吧？但是这个白棋这个的形状明显是，黑棋这个形状明显比这个比飞这好很多。但这还有个子呢。这是白送的，白送一个子。送一个子。因为这个是泥木嘛，我铺的嘛。大家会发现，就是白棋走了两个，价值很小的。同时这个还是稍微损一点。所以说从效率角度来说的话，还不如小花当初说，我就尖一个，长一个，我再跳一个。还不这么想，但是这个走完，虽然我这损一点，我这加了一点，这脚还得补。对，所以从这个首割的话，大家爱好者就很容易的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明显是白棋亏的。感觉是亏了一手棋。对吧？感觉是补了一个，又走了一个这个，那白送了一个，白放了一个在这。对，白亏了一手棋，然后这地方还亏了一手。就在外面还有十来目关子的时候的话，选择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关子。也就是说，他这个。那个飞出来，然后走成这个结果，是他这盘棋，其实就是说败赢。败赢，的确是这样。紧接着，再看这个
走完以后吃掉完颠回，然后周瑞阳是走了一个这个，先把这个线交完。嗯嗯，这时候最大了，先这个最后的一点被走去。对，这个本来要不然这地方还有靠近。嗯，这个话更多的像一个胜利宣言。嗯，是因为这本身的目数啊并不是很大。嗯，为什么将来的话被人家这一段一打吃，你这目数并不是很大，但是它提防后保有关系，这有个靠进去。 对， 对， 对，是，其实这是中间围一个也不小。嗯嗯，这围一个也不小，这更多的像一种胜利宣言。这个就像告诉你，就说我的控够了。嗯，还去掉一个，掉一个，掉在这里，脱走，这两个关子也是脱。接下来啊，就是把那个上面靠了。嗯嗯，顶挡住，这个小巧一下。嗯，小巧一下。这个段的话大家注意，这个段很重要。对，将来如果一旦黑白棋有这个子的话，一段的话对方是要圆的。对，嗯，现在只能吃掉，吃掉。嗯，然后他一震，嗯，这个棋局的话应该是黑棋的话已经抓住了主动。嗯嗯，抓住主动。接下来白棋这两步我觉得也是稍微有点见小。这时候似乎这个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呢？对吧，你走的话我在这边吊一下。嗯嗯，他这个吃这个他就是贯彻了这个还是当初的飞的意思。嗯，他就觉得这不能被人家先手退回去了。是，嗯，飞走靠住，靠住。嗯，这个黑棋都不跟他搞，连断都不断。是，如果你粘的话也许他就这么是不是尖着补就行了。嗯，还是飞着补。嗯，对吧，没错。嗯，这个不是下棋的地方。嗯，或者强点辅着补也行，对吧，你这掉不到这个位置了。对，陈瑶也要求能掉到这个位置上，趁这个你没有虎之前掉一个。嗯，断。其实黑棋下的非常简明了，很简明。黑棋其实就是我重击断你也没什么。是是是，他就是怎么把这个优势简单化。对对对，优势变成胜势。嗯，好，然后他就煎一个，煎一个。嗯嗯，不复杂。然后你煎一个这个是吧，走这个。对，走这个。嗯，他煎这个。嗯，这样的话免得你挑先手再断。对对对，煎这个。那你吃这一个，我这个也不小啊，对吧，我这个连回来也不大。对，那个你挑我就跟着硬嘛。是。嗯，他走这个子，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吃这个子我把你这子勾掉无所谓。对对对，就是我怎么把棋盘缩小。对对对。嗯，没错。嗯，你看他这个还打掉了。嗯，打掉了。他这本来还有留着一个打劫，他都不要。这期少伟刚才跟大家说的。嗯，不要无事生非。嗯，棋赢多了千万不要脑子再往这地方想。对，那，同时的话其实作为周瑞阳呢也可以直接走这个。嗯嗯嗯，为什么周瑞阳也绝对不会打这个。嗯，对对，因为打完还是打劫。对，那么作为白棋的本手来说的话他只能走这个。对，那么黑棋在考虑走还是不走。黑棋基本上也要走。嗯，他一想就我就不没有可能性的时候就不做了。其实赢棋的一方要注意这个。对，更多的就是一种说明，就是说我有打劫。嗯，我不打。对，我赢了。对，没错。嗯嗯，这个后来的确也下了很多手。嗯，很多手，但是从两个世界冠军的角度来说的话。嗯，这个这棋的话也许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变化了。嗯，到这是下了127手。一百二十七。对，127手。嗯，他实战是下了251手呢。嗯，但他是很不甘的。对对对。因为现在来说。嗯，实际上最后是黑棋赢了4.5目。对，4.5目。实际上现在是肯定不止4.5目。嗯，是是。嗯，其实你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出来。嗯，等于虎的时候，作为白棋来说，不肯走这个。嗯，他本手是走这个。对。那黑棋说实在的话，这个走不走？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这个话他就冲一个也没关系。对，你冲的话你还得缩回去呢。嗯，他等于说是连不上的。嗯，连不上的。 嗯， 嗯，那么白棋黑棋这个为什么要交换掉呢？嗯，对吧，那说明他就是告诉你。嗯，我有的东西我不要。嗯，我简单的把棋局稍微处理一下。嗯，那就没有问题。
嗯，的确是，也是一个胜利，更像一种胜利宣言。嗯，我觉得这回顾这盘棋的话，第一就是说，这个地方双方下得很漂亮，一个短一个飞，应该是今天是学到了。是。但这个地方白棋下的，还是从这棋形来看也是，我估计回来程耀也好好反省他自己的这个下的实在是有不是特有点。按照我们的首歌的话，明显白棋这个。效率是很低了，对吧？这走了两个的话，这个效率很低啊。等于说不符合他的水平。对对对对。嗯、有点走火入魔，还不知道是这地方靠上去误算。嗯嗯嗯。不知道哪里搞错了。嗯。嗯，总的来说的话，应该是陈耀烨的话，等于说是还是怎么说呢？也比较遗憾。为什么呢？两个水平差不多的棋手老输给他，这个我觉得对，比较郁闷。这盘棋输完的话，等于说是达成了2-8。嗯，而且那个百灵杯是等于五番是3-0输的，3-0这个其实是挺痛的。对对对，以他这水平，嗯，就像当初的话，崔泽汉碰见他的时候，嗯，竟然有8-败的一个战绩，对，是吧？两个水平差不多，觉得挺匪夷所思的。是是是，嗯，希望陈耀烨的话能稍微的，就是说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对周瑞阳的时候的话，能不能正常的发挥他的水平？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如果对于他来说能够正常的发挥水平，他那个就是作为一个日本叫超一流棋手，作为一线棋手的那个，我觉得是需要这种突破的，这很重要。嗯嗯，那今天的话，我们第一盘棋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嗯，接下来，嗯。关注女子围甲，关注围棋频道。今年女子围甲首次推出，作为一名女子棋手，我们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对我们女子棋手的支持，也希望各位棋友还有棋迷朋友呢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谢谢大家。预祝第一届女子围甲能够圆满成功啊！也希望我跟瑞朗能有好的发挥，我们为上海队夺冠，谢谢。希望这个比赛能够越办越好，希望我们山西东方红队能够在里边取得很好的成绩。希望那个女子围甲越办越好，希望以后就是多多的棋迷来关注女子围棋，然后就是希望女子围甲能够再增加一些队伍，这样对我们女子围棋会有更大的好处。关注女子围甲，关注中信置业，谢谢